看科技新闻云里雾里，不如深入代码一探究竟。最近大火的斯坦福 AI 模拟小镇前两天开源了，不懂代码不要紧，彪哥已经帮你们看懂了。在 AI 应用领域寻找机会的小伙伴们可能会好奇，这个项目究竟带来了哪些创新？怎么利用这个开源项目转化成产品？有哪些应用价值？有什么使用门槛？是不是可以直接拿来用？这个视频带你们一探究竟。 如果我们把 A I G C 这个行业的参与门槛划分为一个金字塔结构来理解，行业的上游是 Open A I、Google 等通用大模型厂商，动辄上亿美金级别的训练成本；中层是各行各业的大厂，可以用大量业务数据来训练自己的细分模型；底层是广大的应用层，直接使用已经训练好的大模型，通过传统软件工程的方式直接产品化。 首先，这个项目带来的是 ChatGPT 在应用层面的一个可能性展示。目前常见的 ChatGPT API 的用法是用户问一个问题，GPT 给一个答复。AI 小镇这个项目在应用方式上的创新在于，这里发起对话和参与对话的两方都是 AI。AI 接收到的信息除了别的 AI 生成的内容，也包括了小镇的环境信息，比如这个空间里有哪些房子，哪些可以交互的物品。 这种左脚踩右脚原地起飞的方式，在模拟经营和沙盒游戏里会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最近清华大学的小伙伴们也是利用这种 AI agent 之间扮演不同角色的方式，模拟了一个完全由 AI 组成的游戏公司，可以根据指令制作游戏。大家也可以把思路打开，想想有哪些场景可以这样制作。我带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 r i p p 的结构，很常见的由一个前端和后端服务器组成。 前端负责把小镇在每一个时间点的状态展示出来，实现的方式是最基本的，用追扫文件来描述地图数据，再用网格的形式渲染出来。这里也用到一个网格地图编辑器，这类做法在游戏开发里非常常见。后端我们忽略掉跟 Chat GPT 的 API，还有处理前端请求的 Plumbing Code。这个 Repo 最核心的价值都在这个叫 Persona 的封装里面。这个 Persona 实现的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 AI Agent 这个概念。 就是被赋予使命，可以根据环境信息来自主决定行为的人工智能。想象一下，你现在是镇上的一个居民，你的眼睛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十乘十的网格组成的。你现在在家里的客厅，往前走两格是个咖啡机。现在早晨八点，你的大脑跟你说，你每天早晨八点半要出门上班，如果上班前喝一杯咖啡就可以精神百倍。你想了想，决定来杯咖啡，所以往前走了两步。 然后使用咖啡机，这就是 persona 底下几个模块之间互动实现的一个最基本的例子。把 m a 妹 e 也就是地图信息，通过 perceive d 模块的处理，让 AI 理解周围环境，然后用 retrieve 模块把存在记忆里的概念，比如我是谁，我想干啥，读取出来，在 plan 模块里结合环境和自身的需求，决定接下来要干啥，最后在 execute 模块里告诉模拟世界你要去哪做什么。 然后我们作为观察者就可以看到小人在地图上走来走去。这里面还有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每一段时间，比如说每天，AI 会总结一下自己当天看到的和做过的事情，把零碎的信息整合成更有用的概念。比如说，他可能好几次看到另外一个 AI 在看书和写文章，那下次遇到这个 AI 可能就会问你在做什么研究，而不是你在看什么书。 这就是 reflect 和 memory 之间互动实现的一个功能。AI agent 这个概念，现在很多项目都在做。基本的实现方式，至少是包含一个对外界信息的处理，不管是用户输入的，还是 AI 所在的环境带来的，这些信息要转化为程序可以理解的数据结构，然后再转化成可以发给 ChatGPT 的 prompt。还有一个记忆模块，长期或者短期的记忆，可以是关于自身的行为，或者是环境的变化。 甚至不光是文字的描述，也可以是网格性质的二维空间数据。最后是一个决策系统，可以结合自身目标和外界信息来决定行为的系统，有规划和总结反思的能力。看完这些，有开发能力或者创业想法的朋友们可能会问：这东西我是不是可以抄来直接用？这是个研究类项目，不是奔着产品化去设计的，主要功能实现了就行，别说延展性和性能没有考虑。我发现光是。 上手就有很多问题啊，比如说照着 r e m i x 去操作，小镇卡在一个静态图上面，压根显示不出来。我猜是某个环节的适配问题。从 issues 和 pull r e q u e s t 来看，很多程序员朋友们碰到跟我一样的问题。目前感觉这位斯坦福小哥可能还没来得及回来处理这些问题，不过也完全可以理解。所以目前这个 repo 只适合参考。如果你想实现 AI agent 的一些功能，这里面有很好的代码实例。 那不能直接用的话，这个模拟小镇的思路要产品化的话，有什么门槛和上手难度呢？首先，你要能用得了 ChatGPT 的 API，这里面的障碍，懂得都懂。其次呢，这种类型的用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。ChatGPT 的 API 是按照 token 数量，也就是请求里涉及到的字数来收钱的，输入和输出的字数都包括。这个小镇应用除了表面能看到的人物对话之外，刚才介绍 persona 时说到的每个环节。 都是通过大量的 ChatGPT 之间的请求来实现的。这里你就可以想象了，假如说你是个开放世界的多人游戏，你想用这种思路创造一个富有生机的场景，里面都是 AI 驱动的 NPC 在互相聊天，然后玩家跟他们互动，想想挺美好的。但我试过运行这个程序，模拟三个 NPC 跑了大概两百步，游戏里面时间过了一天多，总共花了四美金，这个成本想商业化是相当离谱的。 当然，这里面有很大的空间来优化成本，但是目前直接商业化的可能性不大。话虽这么说，我其实觉得，如果各位小伙伴们的产品化思路足够灵活，又有足够深入的 AI 应用方面工程的工程理解的话，是有可能做出领先同行的商业方案的。目前可以想象，作为观察 AI 行为的模拟器，不管是小镇游戏公司或者别的任何形式的 AI 组织，这个开源项目真的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。 如果你像我一样对新技术感兴趣，又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二手消息，关注彪哥，带你深入代码，看懂技术发展的第一手消息。